可以安娜。好。今天要介绍什么？我的喜车房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波利洗车房，上面有一个，它有送一个铝合金的波利，可是是弄脏脏的哦。然后它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哦，它还有别的哦，我们买的是这一个哦，它还有别的可以组合在一起哦，就变成一个大城市了。内装大概是像这个样子，然后它有告诉你什么东西怎么用哦。那我们拆开来玩玩看吧。好，打开里面有一张说明书，它告诉你有哪些东西。背面就告诉你怎么组装，然后它大概可以怎么玩，有哪些功能。然后它里面还有附贴纸，我们已经先都粘上去了。那我们开始咯。它这个拿出来啊，还有一个这个盒子是洗车房，它装起来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你把它按一下，它打开可以跟轨道做组合，就会可以变成这样子玩咯。就可以洗车子了。对。那我们一个一个介绍咯。我们从这边开始。这些外面的都好之后呢，它这一个是传送带。像我们洗车不是，它会叫你先手刹车放掉，然后不要动，然后它就会开始帮你慢慢做前进。来 ，Polly， 我们就从这边过来。好 ，Polly， 洗车房进来，停在这。好，好，开始动，姐姐。好，姐姐推。好，它往前跑，它就可以这样洗车，洗车。好，出来咯，洗好了。好，到这边按一下到底，它就会把它吹干出来咯。好，这边有一面镜子，所以你过来可以看看有没有洗干净哦。没洗干净。继续往前走，波利继续往前走到这里。好，好，波利过来转方向，好，停好，慢慢转下来，看它多高，转下来。好，停，它大概到这里。好，再把它转上来。然后 Polly 就继续往前走，然后到这边，好，到这里就可以量体重了，量好就出去，就洗好车可以出去玩喽。我自己，我自己。喜欢我的，还没进去，好想去玩。量身高哦，耶！谢谢。没办法量，因为太矮了。妈妈，看小游有多高。来，小游，我们看你多高。哦，小游还可以，小游到这里。来，姐姐来量身高。姐姐到哪？姐姐到第二个蓝线。船老大来了。看吹风呢。啊，没关系啦。那我来量一下身高。他的帽子很高，跟爷爷差不多。那个卡车司机，没有很高。卡车司机反而没那么高，他坐的没那么高。所以最高应该是爷爷吧？因为爷爷的帽子。Kitty 来啦 ，Kitty 也量不到。Mini 来啦，Mini 跟比爷爷矮一点而已，矮一格。今天的 Polly 洗车房好玩吗？好玩。下次我们再找更多好朋友一起来玩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好了，要拜拜了。好，赶快玩。拜两句就好了。